还小，怎么可能让你去送饭？别忘了，这里谁说了算？敢当什么鬼主意？别给我翻脸不认人！这里密不透风，你想把我熏死？胳膊没断。真让你失望了，不对，应该是我活着让你很失望吧。你要保护他，而我只是一个杀手，一个敌人。谁稀罕你的夸奖？哦，我有那么古怪吗？偶尔，假如我没有出手伤人，也不是保镖，你会坐在这里陪我说话，或者有一天带我离开吗？也许因为父亲的缘故，灵从骨子里向往更大的世界，但我总觉得他就像一匹狂傲不羁的骏马，需要有人去拉缰绳。
结果我什么也做不到。换作是他，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吧。干嘛那样看着我？又让我想起昨天晚上。任凭他们发落吧，是我罪有应得。只不过，不想连累佩特了。他是冒了很大风险收留我的，卡尔也是，明明他自己都。还有你，要是我逃走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是追杀，还是放我一条生路？两种结果我都不要。不想再跟你打了。万一你放过我，就会毁了自己。现在原来是这样。这是卡尔做的吧？吃死了。
希望能有那一天吧。那个，今天请你来，是想向你道歉的。我不该瞒着你，而且，汉娜做的那些事，也要怪我。都是因为我犹豫不决，才给你们添了麻烦。我想帮他找到自由。虽然他不会原谅我，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不过就让一切到此为止吧。真的吗？你是说他是故意等的？做梦！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不是有意偷听的，碰巧走到门口而已。嗯，不怪你。话说回来，身为保镖，竟敢怂恿雇主冒险。我不记得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冒牌货。汉娜，这不怪他。小姐，请让我把话说完。保镖替那丫头说话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你们两个同样下贱粗鄙，一言不合就动刀动枪，把人命当作儿戏。汉娜，算你有自知之明。
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姐送命。汉娜，你要我像那个人一样把宝贵的东西丢进炉火吗？汉娜，你一直当我是最亲近的人。小姐，所以我很幸福，可是今后的路能让我自己走下去吗？如果你要我违背自己的心意，我就去向陛下坦白，彻底了结这一切。不，不要。您真的长大了。好吧，我理解小姐放过那丫头的打算，可是为了家族的前途考虑，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既然小姐开恩，那个丫头想必也不会四处声张，海因里希家族的秘密就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。只不过这个保镖终究是外人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他。小姐，外面的事您知道的太少，他这种人随时都会有性命危险，紧急关头出卖贵族的秘密自保也再正常不过了。没错，汉娜，您别紧张，我可没说要他去死。希望你能留在海因里希家族。你可以继续当我们的保镖，或者在家族范围内另谋差事。总之，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。哼，危言耸听。不过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。你得明白，这是很多下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。我们不能约束红的自由。小姐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想和他签一份长期契约，让他留下来工作，等将来时机成熟，他也可以另觅出路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既然这样，红，我也拜托你，能请你留下来吗？
好了，以后我们能经常见面。真拿您没办法。你怎么进来的？